宿醉后发现和发小躺在一起。拿着。嗯？咱俩怎么在一张床上啊？妈呀，问你呢。真后悔呀。你后悔啥呀？咱俩咋地了似的？昨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就是你想象的那样喽。我想象的那样。不是。哎，我逗你的，但是你刚才想啥了？跟你能有什么？昨天你就是非超喝点啤酒，喝完了还喝，完了就是吐了，咱要给你送回家，你不愿意，咱就地给你扛着了。那他们呢？走了，我这是我屋。那你为啥不睡这张啊？我压根就是搁这张床上睡的。不是，那我搁那睡你就出来呗。我先搁我屋睡的，我醒了以后看见你了，你要点脸。你跟我睡一张床，你要脸？徐岩，我要知道你是这种人，我说啥，当时我都不能给你。你给我啥？给你盖被子。真没事儿，哥们儿。从脚到裤子到衣服。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吧。说走就走。咋的？我还得对你负责呀。行吧，你要不想，哎，算了，无所谓，嗯，行。你整天我欺负你，就别这样，行不行？我看徐阳也是没心情，家人们。你这真恶心。怎么能呢？也算是给咱俩这段孽缘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小头发一乱，我心更湿冷。明天我就出家，明天我就剃了。哎，你真有点像鹿晗。